女士，我已经锁定了十四号复制体所在的位置。十四号，它是最后一个逃离的复制体了，对吧？是的，你有什么吩咐吗？我很抱歉，孩子，这个错误本不该由你们来承担，做你该做的吧。遵命。 久等了，御居者，你是最后一个。想要我们甘居于囚笼，又为何要让我们看到外边的世界呢？新欢，终有一天你会明白，你和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。这一曲，就当做临别的赠礼吧。